我觉得他知道的秘密可能就是他知道了我把小金关在这儿。啊，是阳光囚禁的小金吗？不是他吗？是你。我关的。这是您的房间是吧？这是我的房间。您房间为什么会有丝巾？是谁的？我替他回答。平时小静喜欢戴，我就放在这儿，因为我喜欢小静。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你们还在推理什么？我告诉你们答案了。相信我吧 ，believe。有女人的丝巾很正常，那是我老婆的，虽然她已经死了。